周总好像跟嫂子闹了点小矛盾，还不赶快去给嫂子买个包，嫂子高兴了，核桃出来。周总要的是吃的包子吗？你有没有脑子？女人喜欢 bling bling 的东西，你给嫂子准备一个大钻戒吧。靠你的话，周总的婚姻恐怕早有危机了。幸好我早有准备。哎呀，这是周总给嫂子定制的呀，钻戒呀！你赶快想想怎么给嫂子制造惊喜，不然扣你工资。周总，惊喜已经给您准备。惊喜在哪？你吃周总吃什么呀？周总在减肥，吃甜食不好，味道差那么多，周总怎么可能吃不出来？如果我说周总喜欢吃烧烤，你是不是还得给我限？你当周总瞎呀？看不出这是脸。还有吗？周总南方人，吃不了辣。周总再来点果冻解解辣吧，这是临创优品的举热果冻，低热量不长胖。哎，周总你慢点，别吃撑了啊。这是周总的椰子，你吃周总吃什么呀？这你就想蒙混过关？你是不是当周总傻子？周总啊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点玻璃，人生态能加走一中。周总没点常识啊，这都分辨不了。这下有肉吃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周总肚子饿了，给他来个海鲜饭吧。周总，您的海鲜饭。这么多饭，海鲜呢？对，周总怎么能这么抠呢？加一下，再来个奶茶。有客人在还把地板搞这么脏，估计拿扫把和拖把清理一下。哎，领导领导，用这个云顶的电动 Fiber， 它是扫拖吸三合一，一遍打扫干净干湿垃圾，刷头可以自清洁，还有低温自动烘干功能，避免发霉发臭，完美解放双手。哎，这还挺好使啊。那奶茶好啦。哎呀，周总你慢点吧，别呛的啊。哎，周总啊，这一次合作利润的空间是一个点。十一个点？错啊。哎，不是十一个点呢，还是一个点。不是二十一个点，就是一个点。九十一个点？250个，真的是啊！250，周总，你要不还是试一下这款小度主动降噪耳机喽？它的降噪深度可以达到40分贝，好歹反正在说话也能字字清晰，能听到吗？周总，哎，是这样啊，就是。哎，周总，你听我说呀，就是我说的意思。而且它还能够随时随地的记录通话内容，并自动转化成文字笔记，杜绝耳背误会呢。苹果手机和微信通话都可以支持哦，还能支持关键词搜索记录内容。最近有活动，价格只要349，真的太炸！你爱签不签？怎么不说了？划算！想要的天上的地上的，没你不吃，还不挑食是吧？
Hey Siri， 需要酒吧大坝英语怎么说 ？One Bar Dam。Siri， 和平围墙基金用英语怎么说 ？Peace Wall Fund。领导，你妆都花了，用这个 YSL 气垫补一下吧。这气垫怎么火了？你怎么买的？去德物买的呀，热门的化妆品上面都有，价格也很划算。我这个比专柜便宜200多呢。现在我评论区也有优惠。Hi Siri， 领带、烘焙、锋利、脚靴、膝盖、短、无、哈、大胆的、长，用英语怎么说 ？I bake sharp lotion, be short, not she boldly long。哦，还会唱歌啊？哦，彩粉下了雪，你说那是宝丽龙？叶蛋叶的配色也不配黄绿红。叮叮当。赶紧给周总整点取暖的东西来。嗯。不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开的是冷风。这样周总都感冒了，赶快给他弄点快速变暖的东西啊。周总，够不够暖？你再这么折腾，周总，工资别想要了。周总，暖和吗？不错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老罗推荐的云敏踢脚线啊，5秒钟就能让房间变暖。给周总整点烧烤，别让他饿着了。你们谁看过我暖脚踢脚线啊？周总把他老婆的戒指给整不见了，想不开呀，赶紧给他想想办法吧。嗯，杀！周总，你看这个满意吗？话老婆，我是让你帮周总赢回周总的心，你人很好哄的吗？不见了，换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周总弄丢的，可是他绑定身份证给他老婆买的第一把钻戒，我这就去帮周总再买一个。不行，男人一辈子啊，只能买一枚第二钻戒送一人，买不了第二。这个简单，我去叫我弟买。第二钻戒是一辈子爱一个人的承诺，不能代买，价钱也不行，别整天听信谣言。我刚刚在厕所捡到的戒指是谁的呀？我的。这下周总不怕把钻戒弄丢被老婆骂了，他老婆肯定开心，他老婆开心，周总肯定开心，周总一开心。合同就没问题，你们也都有功劳，给每人500的红包。哇